交一台900。什么情况？交一台900。不是刚刚你才讲的130了，那那次杨建了7月9号9:44，124。第一三六车北发车中，延庆高速瑞放的一汽车一号上面900型950全车。那交一刚有一台，我看一下。49细卡的，9:45。We are now arriving at 4:14 起点。点一三次，对啊，我发车就要原因啊，速。绿色也什么零几万？这一台。刚刚有一台莫名其妙的列车，对吧？我可惜没看到，这一台莫名其妙的列车，因为我们刚交的是西乡一车正统，正统再又交一台，都合理，96分。人家很高了，好了，谢谢观众，观众就能买了。